我问一问我的家人吧。哥哥和奶奶说，我没看见狗。爸爸说，我今早看见狗出去了。爷爷说，狗去东边了，但是东边是哪边？我不分东南西北。妈妈说，狗在门前的那棵树下。是的，我看见了。我问一问我的家人吧。哥哥和奶奶说，我没看见狗。爸爸说，我今早看见狗出去了。爷爷说，狗去东边了，但是东边是哪边？我不分东南西北。妈妈说，狗在门前的那棵树下。是的，我看见了。